点赞小黄金万两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然后有一个电工老师傅给我打电话说，这边有一个这叫什么门脸房商铺，他家有一个闸坏了，让我过来给换一个闸。我们现在看看他是什么情况，什么原因。就是这个贝克汉堡，贝克汉堡，一个汉堡店，现在是早上，也没有营业，也没有人在这儿吃东西，他们在打扫卫生。这个高端了，机器人送餐。这边就是贝克汉堡的后厨，给大家看一下后厨是什么样的。阿姨给我指的地方就是说，这边有两个闸，这两个闸它不通电。这边说一共四个闸，后边两个不通电，一个是油锅的，一个是风机的。介绍活的师傅说是这边的闸坏了，让我过来换一个闸。那我先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。打开这个电闸盒，看到这个闸是100安的，功率够大呀。首先我先用电笔测一下这个输入输出端都是否正常。这个扶不起来。现在我们扶起第一路，然后这个机器通电。通电的这一台是炸鸡排鸡胸肉的这些炸锅，功率9000瓦。然后大姐说是后边这个扶不起来，现在我用电笔测一下。烘开是可以扶起来的，但是这个机器就是不通电，电源开关也按上去没反应。那你现在在这儿没电？没电是吧？啊，看。你看那个就能。问题在哪？你看这个问题在哪？下边的线没问题，下边的线没问题。你看，火线带电，零线也带电，这就是虚接了。处理这个问题很好处理。把这个总闸拉掉。此时此刻我想，哎呀，这个活儿这太简单了，能拧个螺丝就可以搞定了。它这个线啊是完全都没有压死，有点虚接，然后这个线与线之间都发热，都烧糊了，都粘到一起了。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，当时应该是压线的师傅大意了，没有把这个线压死。顺便我把所有的螺丝啊都给它重新紧一遍。现在这边是压住了，这边压住了，我一挑，你看这边这个也是虚接的，压错地方，压到那个中间砸到那个后边去了。这个已经线的烧糊了，虚接导致烧糊了，看两个都连在一起。送电试一下。此时此刻右边这台机器感觉是通电了，因为它那个显示屏亮了，但是它不能工作呀，不能用。难道真的像电工老师傅说的这个闸坏了吗？要换一个闸。那我拆下来看一看这个闸后边有没有烧糊。没有带万用表过来真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呀，应该测一下输出的电压。现在也不考虑这个闸的情况了，把两个机器压到一个孔开下边试一下。两趟线压到一个孔开来看，这个机器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。很显然这个就不是闸的问题，这个是机器出了问题啊。现在我个人考虑应该是这台机器的控制线路板出了问题，应该也不是加热管漏电。现在排除了这个线路的问题，机器的问题呢，这个必须得他们联系厂家去处理。配不了。现在开视频给他们老板把这个情况反映一下。让他们去联系厂家执行处理吧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评论区的大神们、大哥们，对这个懂的可以讲解讲解。
给我做个科普，让我也了解学习一下。收钱走人，去下一家了。这一家要干的也是一个维修单，客户反映这个问题已经好几天了，一直没有时间过来，今天过来给他看一下，刚好顺路。客户说这个花洒一直用的挺好的，然后最近几天突然它这个热水出的就特别小，然后热水器都打不开，它热水器用的是燃气热水器，水流量小的话燃气热水器都不工作，导致无法洗澡。这是凉水，最上面是，这是热水，对，但你看热水多少，这是冷水，冷水大，是吧？冷水也不大。从水龙头这里来看一下，这个水压还是可以的。花洒的水突然变得那么小，肯定是有原因的。现在拆了给它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异物堵在那个胶垫的位置了。关掉总阀门，现在我们把多余的水给它排掉。它这个水不正常，太小了。在我的包里找一个六角扳手，因为是环环相扣，所以说全部都得拆掉呀，这个立杆也要拆了。这个花洒呢，我们从外边看是高大上，里边其实就是两根水管连接的。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管，其实也没有折压的痕迹，比如说这个管窝着了，然后它不能出水，那就只能排查下一步了。看这个对丝，这个对丝看一下，这生料带缠的有点多了，感觉压出来。这里面还有一个小的过滤网，本来这个出水口就小，生料带堵的话也容易导致不出水。现在我们把这个热水的也拆掉，主要是热水它出水太小了。有，果不其然呀，看到了吗？这个生料带刚好压在那个过滤网的位置。装的时候这个东西缠的太长了，凸出来，然后挤压在这里，有个过滤网刚好堵死。现在问题找到了，我们重新再装回去。这个缠生料带啊，其实都是一些小细节。这结果也挺缠的，靠后了也不行，缠的太靠前了也不行，太靠前就像这样，拧的时候容易挤压出来，刚好那个挤出来的生料带啊，就顶到那个水管里边去了。洗澡了，发现了。现在开水测试。看这个水的流量明显的比刚才强很多了，然后客户说燃气热水器现在已经工作开了，那就问题处理了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看一下那个，转一下就换个档位是吧？对，我看一下这个，这是冷水还是？冷水热水是多大？打到底是热水。嗯，对，确实。热的。那你说啥原因？这个里面热水管里面有东西，啊，直直的那种的，啊，对，肯定是堵了，得抠一抠就。这儿的水不好，这边的水就是不太好。这一块好一点，你看这边好一点。对。好了，维修完成，这个维修活儿其实也就是一个安装的价格。多少钱？我给你微信转。转50就行。